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。新的一年你们好吗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？今天妹要给你们带来的是15分钟在家就可以做的高强度间歇徒手运动。那今天这组运动呢，会针对我们的全身肌群，并有效提升你的心肺。跟不上的朋友没有关系，有些跳跃的动作我们会附上 Level 1的版本。 Let's do it。那今天的运动分为两大部分，暖身跟下半身的高强度动作，以及上半身胸背训练还有核心肌群。紧接着跟我做一些暖身吧。首先预备动作，两脚先给我宽展的站距，慢慢的下蹲，来到我们第一个深蹲，可以用两手把我们的膝盖外推，吐气的时候前弯，接着一脚往后跨，对边的手顺势的抬高，换脚。重返这个组合，第一个动作，我们来到分腿蹲跳的停留，三个轮流的分腿蹲，接着稍微停留一下，重复这个组合。这个动作主要锻炼到我们的臀腿肌群还有爆发力，尽量把你的全身带起来跳跃。停蹲的时候可以稍微喘息一会儿，加油。还有十秒钟，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下一个动作，深蹲的变化型，先给我一个窄站的深蹲，接着往左或者是往右跨步，同时做一个深蹲，回到中心。那要记得我们的膝盖都是保持微微的外张，不要让膝盖内夹。下去的时候吸气，起来的时候嘴巴吐气。如果会喘的话，动作可以做慢一点点，感受到我们的大腿前侧还有臀部的发力。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可以从瑜伽垫的一侧开始，做一个深蹲，用两手轻轻的触碰一下地板，接着往侧移动，速度快一点点。那 Level 1的同学也可以做轻松的左右跨步，搭配点地的动作。在触地的时候要保持我们的背部是平坦的，不要驼背哦。来，最后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非常棒。下一个组合动作，我们会结合一点拳击的部分，给我一个深蹲，紧接着上勾拳两个。在做上勾拳的时候，把我们的核心收紧，保护我们的腹部，
想象前方有一个敌人挥拳，给我一点 power。最后十秒，3、2、1，非常棒。下一个动作绝对是大魔王。我们会先从分腿蹲的预备动作向上直接跳跃，我们的双手可以顺势的摆荡。那如果你是 Level 1的同学的话，不用搭配跳跃的动作，待会20秒之后会直接换边。来，我们换边，下蹲的时候完整的感受到臀部，接着用爆发力跳跃，再给我两个 ，Yes。Pull up, girl, slow up, girl, I like it there. I want more, you want more, I can tell. Come, girl, don't play around, let's be for real. Lay it down, just lay it down. 下半身的最后一个动作，分腿蹲。滑冰蹲的跳跃，往侧跨步的同时，我们的脚往侧后去做延伸。那手部的话，可以轮流的做摆荡，这样动作会做起来比较顺。熟悉这个动作的话，加速。最后十秒了，3、2、1，休息一下。下半身的动作结束了，接着来到上半身，请帮我趴在瑜伽垫上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会锻炼到我们的胸背肌群，两手先从前方往侧开的同时，胸部离开，接着来到胸部的外侧，直接推起吐气。可以挑战一下自己，把手臂离胸部的距离再远一点点，你会感觉到上胸的肌群在伸展收缩。下一个动作，钻石的伏地挺身。这时候你的两手距离会缩短，我们的身体呈现跪姿，胸背腿一起垂直的下去，大概下降到大约一半的距离，慢速的控制推起。那你双手的方向可以微微的朝内，会更感觉到我们的三头，也就是手臂后侧。最后十秒，加油！接下来是背肌的练习，待会我们的两手可以先放在我们的头部的两侧，先做一个挺背，接着向侧去做扭转，感受到我们单边阔背肌的发力，
十秒，撑住，让身体尽可能的再抬高一点点，非常棒。接下来的核心组合动作，先给我一个轴撑的平板。我们会做两下的自助式，也就是让你的脚靠近同边的手肘，接着屁股向上推高，海豚的平板。在做海豚平板的时候，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肩膀肌群。倒数十秒了。下一个动作，来到仰躺的姿势，我们会做反向的卷腹，来到大约45度角的高度之后，做仰卧的踢腿，大约踢个6下，接着重返这个组合。那要注意，我们的下背部是一直紧贴着地面，意味着我们的腹部要持续的用力。最后十秒了，3、2、1，很棒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会锻炼到我们的上腹肌群。先从仰躺的姿势开始，起身同时，我们的单脚弯曲，试着触碰到我们的脚底板。试着多感受到我们的腹部肌群，不要只用我们的肩膀来发力。3、2、1，很好。最后一个动作，平板的侧身腿，先从手撑的平板开始，一脚穿过身体的同时，上方的手抬高，向侧边延伸，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。还不熟悉这个动作的话，可以做慢一点点，加油。最后的15秒，倒数3、2、1，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。最后一点的时间，来跟我做一点伸展收操。
这一组虽然时间非常短，但是可以感觉到全身肌群都在炸裂的感觉。能完成的话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